全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财经堡垒。那么今天台北股市又创了近期的新低量，各位看一下，哇，量剩3190亿啊。今天大盘最终是跌7点，但是感觉不一样哦。我相信有很多投资者感觉今天啊大盘就是涨，为什么？因为啊今天台积电跌了4块，台积电跌了4块就等于大盘啊要跌30几点，大盘只跌7点，所以今天有很多股票跌升的反弹，也有很多好股票开始呢做一个反扑，那你要分清楚啊。那上回测标这里是没有改变的哦。你会说老师，你为什么测标这边啊不变？货柜三雄、面板三虎，我说啊还没有破前低以前啊，我不会抢进啊。那你会说，可是他今天有涨啊，对不对？他今天有涨啊。本益比又很低啊，你在这边玩啊，各位，你就在这里玩啊。我说这个低点还没破以前，我都不会想买。为什么？因为 C 波、A 波、B 波、C 波、C 波没有跌够 ，C 波没有跌够，所以这个低点有破，我才会考虑啊，带会员进场做短线，否则现在不要去抢啊。今天为什么长荣会反弹呢？因为阳明解禁嘛，阳明拉。长荣又跳上来了，那请问各位，昨天的融资是长荣有减了10000多张啊？那如果今天你看到长荣反弹、阳明反弹，如果融资大增呢？那明天又挂了，所以不要玩，真的不要玩。好，各位你自己看，这里不好玩啊，没有空间啊。友达、群创也是啊，这个低点没有破啊，我也不会玩它，为什么？老师，为什么基本面这么好？为什么要等它破底？融资在创历史新高啊，知道吧？我不想赘述了，我测标在这边，你一定可以拭目以待，你一定会看到我讲的话。货柜三雄破前低，面板破前低，那个时候大家恐慌杀股票的时候，我们才会出手去买这些股票，否则不会。那现在怎么办？买这个电子五虎啊，各位拉回量缩捡钻石啊。请问各位，量缩是不是谷底？是啊，量缩就是另外一次起涨的开始。所以你不要告诉我说，老师啊，你看大盘，看大盘来，大家会告诉你，看这一天大盘跌破季线，谁告诉你要买？我哎，7月28号还记得吗？16893啊，你都可以上 YouTube 去找7月28号这一天16893，谁告诉你会强弹？就是我弹了750点。同样的道理，昨天。大家还是告诉说破季线怎么样？我说不用担心了啦，第二只脚稳稳的啦，要往上弹了啦，要往上弹了啦，因为它在断融资啊。结果这3天融资减了150几亿，漂亮，漂亮啊，目的达到了。好，那为什么上回要告诉各位电子五虎好买点啊？很多好股票也是在这一波拉回的时候回到了第二次好买点，什么意思？来，请问哦，来我问各位哦。好，电子五虎的第一档叫四星 KY， 它融资最高水位5014，哈，5014张，这个地方股价对上来在550。好，然后你会发觉到哦，它这一波一路最高涨到700块，来看这里哈，来注意看哦，涨到713，这一天713一次，713两次，可是你却发现融资一直打趴在地上了。那我请问各位，这筹码多安定，你知道吗？这跟台积电又有关系，对不对？好，再来，融资减了41.66%，那因为大盘的拉回，它也拉回啊，拉回干嘛？力守这个550。所以昨天呢，昨天低点566，好漂亮，非常漂亮。那上回第一次就要在这里买，这叫第二次买点。好啊，第一次我有没有在这里买？有没有公开送给你？来，请看 VCR， 今天一样哦。会员你都对扣讯哈，有篡改任何一个字，我悬赏5000万，我退出股市。3661四星 KY 放量强攻，就算涨停也不用卖。老师啊，结果他没涨停，对他没有涨停啊，为什么不用卖？这个都超跌了嘛，跌了63.65%，在这个过程我连买都没买过、哦。我连买都没买过，我是在这里买的哦。昨天涨停哦，
今天继续涨哦，各位，今天继续涨哦，今天涨 5.61%。所以你看到什么答案 ？KD 这里交叉一次，这里 交叉第二次 ，DIF 由黑翻红多久了？这边做右肩，他就是一直告诉你，我在吃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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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所以你看到这个答案，老师，他离季线还很远，指标交叉了 ，DIF 一直在增温呢、啊。你知道这多爽吗？投资朋友，当你看完这段 VCR， 你看到什么答案？我是在这边买的，有没有？你刚才看到 VCR 这一段急杀，我一张都没买过，我是在这里买的，买完之后开始飙，一直飙。你会说老师啊， 713， 最高点 713， 你有全数获利出清吗？没有，我的波段单始终都是抱着。啊，你说老师啊，这样很可惜呢。你看他有回来这里呢，他有拉回呢，我反而替各位高兴啊，因为做股票就是这个样子啊。这是你第二次突破的好买点啊，而且你看到为什么融资减了 41.66%？我知道很多人说老师啊，啊你为什么不713全数 卖光，然后再买回来？不要跟我事后解盘啊，我很多人都是事后诸葛亮，行情发生过后都告诉你，哇，这里卖光光多好，这里再买回来。那我只想问你，我买在这里了，我干嘛卖？我的目标在这个缺口呢，我的目标在这个缺口呢。所以我说等待是孤独的呢，可是获利的果实是值得的呢，各位。如果未来你看到它不止破这个713，对不对？连这个缺口都来补，你知道可以赚多少吗？你知道这个波段单可以赚多少吗？啊，这是第二次的加码单，所以你看哦，昨天法人也买啊，啊，你看今天涨不涨？今天涨不涨？今天马上涨回到602了，今天马上涨27块，今天马上涨27块。好，再来。第二档要注意的电子股啊，来各位注意第二档啊，第二档叫联咏。我知道很多人说老师啊，哦，联咏这一波哦磨很久哦，对哦，磨很久哦，然后冲上去哦，啊这一天啊，这一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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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叫做7月28号，这一天7月28号我在干嘛？来到16893，我告诉你，联咏哦，这是多好的买点，对不对？这一天你们很害怕，我除了帮你加大盘转折，帮你抓到了，大家怕说啊跌破季线完蛋了、啊，对不对？我说不用怕，跌够了，联咏呢好买点，然后我7月30号马上公布答案给你看。那结果你们发觉到，哇，老师联咏就这样冲上去耶，来，联咏就这样冲到582啊，啊好不容易现在又拉回给你买耶，昨天又拉回给你买耶，那。到底上回在7月30号有没有把联咏公布答案送给你？来，请看 VCR。联咏八月份他也有看头了，为什么？来注意看，他底部是越垫越高啊，这里呢54353，你这里有个缺口，然后呢540高点、536高点，所以八月份注意哦，他一旦突破这条线回补缺口，大行情就来了 ，KD 也交叉了，然后你看一下。这是今天的扣讯啊，会员对一下，是不是7月28号急杀的时候？为什么急杀要买股票？因为急杀就是这一天嘛，各位，惠特这一天7月28号啊，联咏这一天急杀这一天，啊，大盘这一天急杀16893，我都在干嘛？狂捡钻石，所以才会有这种结局啊！老师，这盘很烂哎，啊，你买492啊，今天收511啊。投资朋友，当你看完这段 VCR， 你有没有想到一件事情？对啊，老师，你明明7月30号就公布答案了，你买在492啊，那天说511啊，结果呢，它短线不是飙到582吗？对不对？你短线单有卖，恭喜你。你说老师啊，没有卖，它又回来呢？回来干嘛？给你再买啊，给你空手人再买啊。所以你看为什么上半年赚 25.74%，七月份营收公布出来也让你吓一跳，哇，年增 85%、欸，那请问各位，全年赚5个股本，啊，股价是不是很便宜？所以这是第一次买点嘛，7月28号嘛，那现在回来你看季线还是上扬的啊，那请问各位，
昨天杀了512，你应该很高兴呢、欸。你要很高兴呢、欸。你看今天多少？527了。所以上回说过，拉回量说是让你捡钻石的。这些电子物是好买点的，我不会带你去抢什么货柜三雄、面板三虎，因为我已经算给你看了，西坡还没有跌够，友达群创的融资还没有杀完，融资还在创历史新高，一定会再破前低，大家就拭目以待哦！不要因为一天反弹，你又跳下去买，你又想当冲隔日冲啊，莫安那糟蹋你的血汗钱啊！你来买这些电子物更安心啊，为什么？有题材，有基本面，筹码安定。这样看得到未来，哈，多好啊！好，来再谈第三档，第三档，惠特，也很多人说老师啊，惠特冲上去又下来，那我请问各位，你这里没买了，现在不就是机会吗？当然，很多人说老师啊，为什么这里不卖掉，这里再买回来，对不对？事后来讲都是这么简单啊，啊，没有卖就是没有卖啊，对不对？很多人说对啊。明明道琼标普都还是创历史新高，台股为什么回来季线？因为他要杀盘赶底段融资嘛，啊，他也被拖下来了。好，可是这重点来了，我请问各位 ，mini 类现在苹果 MacBook Pro、MacBook Air 都一样，甚至于 iPhone 13，各位现在都应用到 mini 类，但是大家都会想到一档股票。叫做金电跟龙达合并的富彩投控3714，对不对？大家会告诉 mini 类要看这一档股票，你会发觉到，哎，它为什么跌那么惨？还没赚钱，还没赚钱，所以我不会带你去买它。你要买的是，注意惠特，上半年赚 5.06， 七月份营收年增 146.6%， 很漂亮啊，季线是上扬。还没大涨哦，所以你看，发觉它在攻的时候放量，拉回的时候量缩到不行。那这里有个平台整理区，叫做强力支撑。所以各位，这种好股票，你不要指望什么天天涨停啦，你是要赚一个涨不停，一个大波段，而且这个大波段是这个高点一定会过。今天就涨一块，各位，今天就涨一块，今天就涨一块。你说老师225。未来的日子会不会过？会，会。你给他时间，他就给你空间。因为你买这个，你会发接下来九月份苹果新机推出来 ，iPhone 13出来了，你再看他会不会再去冲，再去创这个高，对不对？又有基本面，各位又有基本面，七月营收又年增146%，季线又是往上扬。绝对比你现在去抢货柜三雄、面板三虎来得好。我在这边还是要再一次的强调，啊，面板三虎、货柜三雄还没有破前低以前，不要乱进场抢。你不要想老是我抢短了、啊，哎，你不要抢不到，然后结果被套，那很危险了、啊，因为它的西坡还没有跌够。然后呢，友达群创融资都还在历史新高水位，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。你宁可。好好的买这些好的电子股，然后迎接九月份苹果新机推出也好，哎，很漂亮啊！好，再来，亚光，老师啊，亚光从101打回到昨天81，可以买吗？我告诉各位，可以买。为什么？注意看，从101跌到昨天81，跌了19.8%，可是融资减了23%，融资减肥幅度大于个股跌幅。好，这里有个平台。昨天就回撤这个平台整理区，那不就是机会吗？好，再来，上半年赚 2.44， 这是14年来的同期新高。亚光做什么？大家都知道嘛，车载镜头、影像感测器，再来 LiDAR、光达，各位车用，这是绝对很夯的，夯到不行，而且这是14年来的同期新高，那你说会不会涨？这种股票就是给你第二次机会啊，拉回来，回到这里你不买，你看今天它涨不涨？今天涨4块，涨4.9%，还早得很呢。各位，像这种好股票，它回来这里起涨区，下一次再过101就过了，
所以为什么上回告诉各位拉回量说干嘛捡钻石啊，买电子五虎啊？哎，现在讲了几档了？四星 KY 一档，联友一档，惠特一档，亚光一档，四档了哈。来，第五档是谁？各位，第五档是他啊。昨天是不是告诉你？你今天都还有125以下可以买，明天最后一天，错过了明天，下礼拜你就买不到125了，你就买不到了。啊，所以呢，各位，我请你不要去追，不要去抢货柜三雄、面板三虎，你来买电子五虎。未来要赚这一段，未来要赚这一段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等下礼拜我会公布答案，明天你还可以买，明天最后买点，明天买完我不跟你接啊，因为下个礼拜它开始要发动了，我筹码算好了，下个礼拜要发动了，所以请你把握各位八八节贺礼的最后买点，把握私房标股达阵班，各位这档会让你赚很大，抢到前五名，尚维亲自帮你做资金规划，请你务必好好把握抢速度，利用中场休息时间把电话拨通。我们先进一段广告，休息片刻，马上回来。金牛戏年来，2021扭转乾坤。亚洲投顾祝您发大财，免付费专线0800-370-888，0800-370-888。金牛戏年来，2021扭转乾坤。亚洲投顾祝您发大财，免付费专线0800-370-888，0800-370-888。欢迎再度回到现场。如果你是第一次看上回节目的，赶快扫描 QR code 啊，成为上回的好友。那么每一天早盘开盘前的晨讯也会传在你的手机上，然后呢，邓老师同学会的影片也会传到你的手机上，包括运通财经台晚上9:30到10:00的一样啊，也会传在你的手机上。那如果上回去上特别节目，一样会直接上传在手机啊，所以你是上回的好友。赶快加入哦！赶快加入。好，那最重要是什么？现在大盘大家都很担心啊，为什么？从18034跌到这里16893，这一天我相信大家都知道，只有我算给你看。我说啊，大盘从15159涨到这里，涨了2875点，然后回到这里跌了1141点，跌够了，所以会强弹，结果一弹弹了750点。好，那接下来又回来了，回来到这一天，大家都一直在看什么？看这个。大家都说看哇，老师啊，季线跌破了啦，这个也是季线跌破了啦。你现在还是在担心说季线跌破，不用担心了，这季线跌破是弹750点，这季线跌破还是要弹啊？为什么？那季线是上扬的，是上扬的。然后量缩了，量缩了，量缩代表什么？量缩代表是谷底，量缩代表是另外一波起涨的开始，多好啊！你什么时候看到量缩是头部的？没有啦。台北股市几十年来就是这样，量缩一定是谷底，量缩一定是另外一波起涨的开始，这是针对大盘而言。可是针对个股就不一样了。为什么上回告诉你，你现在看季线，你说啊，老师长荣哦，哎，长荣为什么今天跟着反弹？可是你们发觉你在大礼拜一强反弹，棒棒被修理两天，今天这样小反弹，你就很高兴吗？啊，为什么今天会小反弹？因为今天阳明解禁了。你看，阳明一解禁，马上爆出31万张。我最担心的是，这些当冲客，今天这个31万张是不是又是短线当冲客呢？如果是，他明天又没行情了，懂吗？这个我最怕的就是这一种。为什么？因为筹码还很乱。然后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各位，最重要的是我告诉各位的，这个 C 波的跌幅有没有？这个 C 波 A、B、C。这个 C 波 A、B、C， 这个 C 波的跌幅都比 A 波还小，所以没有跌够。你不要被这样假象哦，又跳下去抢。
结果呢明后天蹦一根就杀下来，你又被套住了，你就连环套。所以为什么上回测标这边我们不会测的啦，我告诉你货柜三雄面板三虎破前低你再来考虑。什么叫破前低？各位这个啦，破这个前低啦，破这个前低啦，破这个前低啦，对不对？啊，友达群创咧，破这个啦，破这个前低啦，破这个前低啦。你会说老师啊，这些股票基本面都好到不行，对，好到不行，可是筹码乱到不行，然后当冲客太多了，友达群创融资都创历史新高啊，然后货柜三雄西坡主跌段跌幅不够，然后筹码凌乱，法人一直站在卖方。你不要看他买一天你就很高兴了、啊、你要看整体啊，从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到八月都在卖，这就是我看到的隐忧。因为你会陷入基本面的迷失啊，啊老师基本面好到不行，我知道啊，好到不行啊，可是好的买点在什么时候？在他西坡跌够了，破了前低，那个时候大家不想买了，大家害怕了，融资被断头了，哎，那个时候我们就准备要来低阶了，哈哈，我们就准备要来买了。为什么？因为高档 ABC 下来我们完全连碰都不碰，对不对？而带你去布局车用电子不是飙了一波，高档还带你出，那你现在要买什么？先来赚电子五虎啊，我刚才跟你提到的四星 KY、 联友、惠特、亚光，各位有题材筹码安定啊，第五档这个明天最后买点啊，最后买点。你会说老师啊，亚光你看今天就涨四块了，没有人叫你追哈，我只是公开，嘿，我买的股票我只是公开给你看我为什么选它。每一档股票都有不同的题材，最重要是筹码安定，最重要是产业前景你看得到，对不对？那这档股票呢，很多人猜到啦，我知道很多人猜到，恭喜你，但是你要敢买啊，125以下都是买点，你要敢买啊，因为它很好猜，而且各位它的题材更懂什么意思。我举个例子好了，现在今天很多人会告诉你新唐是吧， MCU 嘛， MCU 缺货对不对？它跟它有关，但是呢它获利比新唐还好，它获利比新唐还好啦，新唐136啦啊，你可以买在125以下，你还不买？它获利比新唐好嘞，你看哦，新唐第一季上半年赚3.07而已，哎，啊，这一档赚比它多，股价比它低，所以我说明天你还可以买在125、124，搞不好运气一点123，可是各位错过明天没了，没了，下礼拜一就没了。下礼拜一我也不会让你买了，因为它很有可能就蹦上去了，上去了我干嘛给你买，对不对？万一涨个半根停板或一根停板，我不要你帮我抬轿你抬不了轿，我要你把握明天的最后买点，赶快买好，下个礼拜人家一定帮你抬轿。为什么？哇，跟新唐比价就好了，跟新唐比价就好了，它就有的涨了，而且技术形态呢未来要涨这一段呢、啊，上回说过了，你给他一个月或两个月都没关系啦，好不好？120几块的股票，他如果涨50几块，你为什么不要？有多少买多少啦，好不好？来，私房标股达阵班，抢到前五名，上回亲自来帮你规划，请你抢速度，好好把握。也祝各位同学操盘顺利，明天同一时间再会。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